王毅号称不怕任何八蛛门，叶枫来给他上一课。号称不怕任何八蛛门的王毅啊，遇到了叶枫，叶枫偏偏就不用八赫满了，用八蛛门，决心要给这个王毅上一课，来看看打得如何。好，观厕所机会来了，转球，继续观厕所，不一样，可惜了，这一把一个下跌踢中一个 AB， 哎，这一把失误了。好，抓一手，叶枫，你难道有点慌张，还是在放水是怎么的呀？AB 再次成功哈，打葵花跳新逆向，这一波逆向是神来之笔哈。叶枫这一波打点哈，真的是非常优秀，有些人就是高手哈，可以算是高手，他们的打逆向啊，位置跳得非常好。看看这把有什么骚操作，小宋龙晃一晃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破绽，套一手继续葵花，哎，防住了，重拳必杀吗？好，西里莫利多再继续往前压，落地再抓，重拳必杀，八神让你知道什么叫可怕啊！好，刚倒在地，小弟直接前 AB 了，跑抓，这把还好 CD 啊，不然感觉像要过去百合泽。好，空防来五连，葵花一下吗？暂避带抓不中，重拳再继续葵花。好，跳西葵，闪现过来抓，漂亮啊！能量闪现用的非常的好啊。好，赞点个赞，接着看，果然要上一课哈，不用巴赫马照样可以打你。这把没关厕所机会了，跳西抓了，好，是一个针织，要小心百合泽了，太远了，漂亮，打空，这一头猪这二 P 他老是喜欢往前冲啊，我就故意来打空啊，打你往前冲，然后再来折你，再打你。一个八神就有点吃不消了呀，不用八蛛门了哈。呀，又是一个小圣龙，虚晃一下啊，骗你过来。好，跳接，跳低，然后带抓，一个战笔抓，无敌波。好，他知道这个是一个无敌波哈。完了，葵花必杀。世界冠军被玩弄于股掌之中，继续站 A 哈，然后重拳是带必杀的哈，必杀，重拳是带抓的哈，抓不到马上又葵花。葵花之后马上又预判你的跳啊，再踢掉啊，厉害，一套接一套啊，果然要给世界冠军上一课呀。好，倒地，可以发旋风打前冲嘛，上去葵花过来了，危险。好，刚一手，好漂亮，这把但是远了哈，秀一手，你看啊，百合泽重拳啊，葵花，刚才葵花打中的话还可以接一个八字你哈，这下又得打晕，哎，有钢空晕鸟还在哈，直接拿下，厉害哈。好，关注修修，味道丢。